第五课，这事让我伤透了脑筋。你和你的同屋处得怎么样？我那个同屋啊，懒到家了。他的床上老是乱得让人看不下去。脏衣服也不洗，而且从来没打扫过宿舍。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我说也不是，不说也不是。遇见这种不自觉的同屋可真倒霉，不过乱点就乱点吧，不能跟自己的家比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。是啊，反正也没别人去，我总是想，每个人生活习惯都不一样，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伤了和气，不值得。说实话，我们几个好朋友里，属你有度量。有度量倒谈不上，仔细想想，生活中的好多矛盾，其实说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没必要过于认真，这也是我一贯的原则。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就好了。我很讨厌那种爱在背后说别人不是的人。不过有一件事跟我的同屋有关系，不说吧心里不舒服，说吧，又有点说不出口。咱们俩是谁跟谁呀？有什么就说吧。我的同屋做事有点太那个了。别吞吞吐吐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知道，食堂的饭菜不好，所以隔三差五我们俩就下馆子，每次都是我掏腰包。不过这也没什么，谁让我比他大呢？可他三天两头跟我借钱，这一来二去的，数目也不算小了。可他跟没事人似的，还钱的事只字不提，我又不好意思跟他要。我估计他这几天又该跟我借钱了。你说，借他吧，我不是什么大款；不借他吧，又不好意思。这事真让我伤透了脑筋，左右为难。这有什么为难的？你现在要是不给他个硬钉子碰碰，以后他更得寸进尺了，你还得吃苦头。你太好心了，我看也就是你才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着他，这种人在别处绝对没有市场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我真拉不下脸来。算了算了，不说我的事了。哎，你的同屋好像有点不合群儿吧？对，他人倒不坏，可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去，所以每天他干他的，我干我的，这样挺好，不会闹意见。这样倒也好，不过你这个炮筒子可得改改脾气了，别动不动就跟人脸红脖子粗的。对，我得向你学习。对了，昨天我看见王老师把你叫到办公室去了，是不是又捅了什么娄子了？就是跟班长吵了一架，他可真是个软硬不吃的家伙。哦，是这样啊，吓了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怎么了呢。